哦狙击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狙击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狙击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狙击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斑马，环游世界的探险家。哇哦！呜！哦耶！呼呼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为了庆祝玫瑰公主摆脱诅咒，今天的节目全部半价播放，大家快来尽情的围观吧！前面有电视看，我们去看看吧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失踪10年，我从来没和您一起看过电视。我们就在这里看一会儿吧。哦，杰克。这些年让你和你妈妈受苦了，今天我就陪你看个痛快吧。金金，给我们生个金蛋吧。好的，主人。咯咯咯咯。哦，会下金蛋的母鸡。爸爸，爸爸，我要看电视。高价出售第八部《班纳历险记》，全程只有这一本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，好机会哟。啊，是班纳的新书啊，爸爸。班纳是我的偶像，我在婶婶家看过他之前写的7本书，可是自己一本也没有。你能买一本给我吗，爸爸？好啊，我们现在就去买。谢谢爸爸。喂，我这里播放的节目和班纳有关的，你们看不看呢？等我买完书再来看吧。这本书多少钱？你们是要买班纳的新书吧？那你们想买多少页呢？书不是按本卖的，你怎么是一页一页卖的？这本书非常珍贵，要是整本一起买的话，恐怕没人买得起啊。一个金蛋可以买下这本书了吧？够了。笨蛋，这么好的书至少要5个金蛋。老大说的对，应该买5个金蛋。5个金蛋，这也太贵了吧。主人，5个就5个，只要小主人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书。不知道我制作的节目什么时候能让大家这么疯狂呢。终于有人要看我的节目了。Yes。 你也成为我的忠实观众了，哎呀，太让我感动了！谢谢你的支持。哎呀，我那枚金币是要拿去买积木元件的，快把金币还给我！既然金币已经投进去了，那就是天意。你还是来看我的节目吧，很精彩的。我不看，你看一眼嘛。金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猪侠，给我，还给我！你可别把我电视机弄坏了。那你把电视机借我用一下吧。不行，站住，把电视机还给我。欢迎光临。黑博士，你快看电视吧。看什么？各位观众，巴特先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世界著名的探险家班纳先生和美美小姐今天将抵达这座城市。
班纳先生毕业于皇家工程学院，是畅销书《班纳历险记》的作者。他不仅创办了北欧乐园，而且热衷于探索未知的世界。以班纳先生冒险经历改编的电影正在拍摄中。班纳先生，请。谢谢。美美小姐是班纳先生的同学，据她的老师透露，美美小姐的智商超过了135，并且精通5种语言，而且还是北欧乐园的时尚代言人。以上消息由巴特先生特约报道。原来是班纳和美美这两位名人要来了。给我一个金币。为什么？这档节目是我花了一个金币买来的，我一眼都没看，全都让你看了，所以你要给我一个金币哦。哈哈，好吧，为了补偿你的损失，我决定送你一件价值1000金币的小道具。什么道具这么贵呀？哼哼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哇，今天的财运不错呀。猪猪侠，把电视机还给我。我只是借用一下而已，你别那么激动吧。小福，过来。现在好多人都在等着看班纳的新闻，都怪你影响了我的收视率。怎么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班纳呢？有机会我倒是要会会他。就是这个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把门窗挡上呢？这件东西是我的秘密收藏，不能让别人看的。哎呀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，快点打开看看吧。怎么是一个钟啊？你可别小看这个钟，只要你仔细盯着钟摆看一会儿，你就会发现它的神奇之处了。猪猪侠，你要记住，班纳和美美是可恶的侵略者，他们会破坏我们的家园，还会销毁所有的积木。你是拼装学院最勇敢的学生，你一定要消灭那两个坏家伙。班纳和美美是坏家伙，我一定要消灭他们，我一定要消灭他们。黑博士，你催眠猪猪侠是想让拼装学院和班纳发生冲突是吗？对，班纳的影响力很大，如果他被拼装学院的人袭击了，一定会掀起不小的风波的。说不定班纳的粉丝们会把拼装学院拆掉。最好是各国国王能够联合起来宣布解散拼装学院，那样我就可以将他们个个击破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我去把这件事好好宣扬一下。动作要快，猪猪侠的催眠状态只能维持一个小时。你放心，只要一个小时，我就能让他身败名裂。勇敢的猪猪侠，现在就去战斗吧，我们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。坏家伙，坏家伙，班纳和美美是坏家伙，坏家伙，坏家伙，打倒坏家伙，打倒坏家伙，打倒坏家伙。虽然上一次纺车计划失败了，不过拼装学院这一回可就没那么好运了。要消灭他们，超级拼装，超级拼装。
才能到达积木城啊？以现在的风速来计算，还需要53分46秒。啊，还要这么久啊？真想早点见到猪猪侠。听说这位猪猪侠帮助过灰姑娘、白雪公主、三只小猪、小红帽和睡美人，还打败了巨人。我也很想早点见识一下。啊，那个人是谁啊？终于找到你们啦！你们就是班纳和美美吗？你好，我是班纳。我是美美。你就是猪猪侠吗？我们本来想登门拜访你，没想到你亲自来迎接我们了。哼，那你就接受我的热情款待吧。猪猪侠，你快把班纳打下来吧，我会把你行凶的精彩画面播放给全世界的观众。班长，猪猪侠怎么攻击我们呀？对呀，妹妹，你看下面。哇，好多大甜点呢！看来猪猪侠是想让我们下去吃点东西。小P，给我一把雨伞。哎，嘿，哎。博士，我已经拍摄到了猪猪侠袭击班纳的画面，你那边可以转播了。嗯，好，我这就把画面转播出去。下一片雨传来的声音，淅淅沥沥，是雨点在拥抱消息，思念的旋律，不言不语。天上的浮雨，晨风和星星，倾听小草慢慢钻出大地，绿色的旋律，我的声音在歌唱。 I'd like to sing this song。 I'd like to stay in your arms by the Christmas tree。繁华的街景，热闹的人群，往来的声音突然平息，倾听春风。